跟你说，他们的投钱机超厉害，他们我都不知道这里多少钱，我这一把给他下去，总共要340，管他的。多了他会吐出来。现在到了这个念压嘛，压上这个车站出去就是这个晴空塔。嚯，我们已经到了，这刚刚那个车站叫压上，然后这地方算是比较高级的地方。这边是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这地方？这里是天空树。对，今天这是我们第二个塔。那我们现在要带各位进去看。那为什么选这次时候？因为现在日本时间4:02，今天的夕阳呢是几点啊？拿我们的 APP。日出日落，日落为什么是下午5:07？不对，这是深圳市。等下他还在跑。哦，东京有墨田区啊，这里是墨田区，5:00。好，还有58分钟日落，然后日落呢在这个地方，刚好在这个地方，前面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带各位去晴空塔看夕阳，好不好？今天这天气超棒 ，Let's go。然后这边有一点像这个台北101，在这个要上去之前的那种感觉，像下面很多的商店，然后商店街啦，然后精品啦、化妆品啦，然后还有吃的、美食的，美食广场，餐厅啦。他们不算美食广场，就是餐厅，然后会很多的游客。那今天看起来人并没有非常的多，希望待会人不要太多，好吗？对，外面还有很多的雪还没融。今天呢，万里晴空，不过可惜的是没有云哈。如果有云会更好，因为有云的话，你在构图啦，在整个画面啦，会比较有层次感一点。云只能用 P 的啦，好不好？然后那边有人在溜冰我第一次看到现场，第一次看到现场溜冰，以前没有看过。对，我们来这边买票，买票在这边。哇哦！呜呼！哇！好美哦，很高哦，超美的。你没有来过吗？有啦，太久没来。高明，哇！2060，这里的票价是double 再一点点的。对，刚刚是900，这边是2060。天哪，哦。哦，你看我们拍妹子 game 花多少钱？干，这今天是真不真？350公尺，350公尺。刚刚几公尺？150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是350。我们最主要我们要现在这次一定要上去看到日落了。对，看日落。现在还有时间，我觉得现在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。OK 啊，一万块都无一样。OK。OK 的。我敢用公不 OK。那这边就烧啊，遐个你用暖炉，你有看无？你看右边一样，遐个你暖炉。但是那遐惊热哈，那惊冷，惊那惊。パンフレットの言語は日本語以外にご用意ございますが、何語がよろしいですか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有你要哪种语言？中文啊，中文啊。English or Chinese? Chinese.Traditional Chinese.
哦，你超值呢吼！你去上面顶还阁开钱呢，要到450公尺，还阁另外阁开钱。1030。哦，受不了，我脱外套了，太热了。哦，刚刚还要那个包包检查，有没有看到？包包还要检查。现在第一件事情是太热了，真没办法。我要先把外套脱下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他说什么？台湾根，这里居然台湾根会广告？哦，哇，这是刚刚的。所以这个看来时速是36公里，这深坑到了，好快哦！好快啊！哇！哇！等会我们去站那个，我们要赶快去站那个日落的地方，就在正前方。哇塞！哇，就是这里，赶快，那里有空位，快！妈。你看，我就在富士山上面。哇，我们现在在晴空塔，日本的晴空塔，有没有看到？哇、哦，我们先站最好的位置。因为呢，等一下我们在等夕阳。嗨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晴空塔350公尺高的地方，而且我们站的位置是最棒最棒位置。前面这个地方呢是富士山，前面地方是富士山，最高的地方是富士山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太阳在这个地方，等一下会从这边日落下来，大概只要在43分钟会日落，然后刚好前面有云，前面有云，所以等一下下来的时候呢，太阳会是红色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从这边拍过来的时候呢，这边整片等一下都会所有的建筑物啊，都会有那个轮廓，都会有边框红色。然后这一台现在正在拍缩时，对，这使出吃奶的功力，好不好？拍日落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我们在日本最高的地方拍日落给大家看。然后呢，那个地方是浅草，浅草在那边，就是雷门，有没有？在二十分钟整太阳下山，二十分钟。希望这一次来这边拍可以有很漂亮的作品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哦，多壮观啊！350公尺高，对，然后再上去是450公尺，要再付1000多块日币才可以再上去。对，我不要，就这里就好。可是他很厉害，他从下面到上面只花了不到30秒就到了，50秒就到了，50秒吗？50秒就到了。哦，我记错了，是50秒。对，那个是什么？他的这是他们的运河吧？这是什么河？雨田川。哦，这是羽田川，然后东京巨蛋在那里，一个白色，一颗白色，这边可能看不太清楚。一个白色，一颗东京巨蛋在这边。哦，杨代刚就在那。对。哪有那个？哎，它出现名字，你看，这叫什么？竹坡山。然后呢？然后这边怎样？哦，停了。哎，它干嘛？洗掉，它广告了。广告。Sky Tokyo Sky Tree。花火节，好大的触控屏幕，超赞的！体验一下日本高科技的城市，东京啊，日本啊，真的是一个高科技、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城市。对，哇，欸，这样站着有点会头晕的，你觉得它在动？对，觉得它在动。360度。对。哦，说实哎。缩时哎，好厉害啊！缩到了，这个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哇塞！所以事实上是这样子，这是荧幕。哦，对，晚上。
哥你好稳哦。废话，干手都麻了，当然稳啊。不要害我笑，哦，我连笑都要憋气。从晴空塔这边拍到东京铁塔。你看啊，这边有个 disco， 这边等一下应该晚上会有 DJ， 然后会放那个，应该可能会放电音或什么音乐吧。然后刚好你看这边这么多人，就晚上的时候非常。刚刚他们都还在看夕阳，夕阳已经结束了。那大家要往那边看，因为富士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超赞的。之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晚上没有这种 disco， 现在他们可能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拍照，你可以来这边拍照，他会帮你拍跟那个拍照，然后可能就是还要另外要收费，就对了。他们会有官方的，可能纪念品啊，类似这样的。哎呦，好毛哦，350公尺高。走吧。Hi, Miss Gan 朋友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天空树呢，哎，一日双塔，这个是第二塔，今天已经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希望各位会喜欢我们那个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内容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我们的 Facebook， 还有我们的 Line 的生活圈官方网站啊，还有我们的微博，好不好？外面很冷，没有办法讲太久。今天都这样子啦，谢谢啦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